哇呀！再来一只。像啥了个呢？哎呀，我感觉这天气可暖和了，我感觉南方的天气应该更得劲儿。你是想回南方？对啊，然后孩子们不也快放五一假了吗？咱们就一路开车回去，然后玩回去，然后五一带他们再出去玩，行不行？行，可以。真的，我说的是真的。真的就真的别走呗。那走吧，回去收拾行李，咱们走呗。对对对，不能一次性开回去啊。咱们慢慢的往回开嘛。先到郑州，嗯，然后再到杭州，嗯，再到福州，嗯，再到厦门。OK。回老家。好。OK， 走。走。都你了，你还真拍。再来个人。一二三，哎呀！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 ，Go！ 老婆、啊，这一家人还挺多的哈。对，这家人挺多的。那郑州人也喜欢吃牛蛙，这是不是啊？哦，这是稻田娃嘞。啊。那咱们就这家呗。这家排队去。好。那这样。最后一个座位，最后一个位置了、啊，对，没有了。幸好不用排队哈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哇塞，这蛙在哪里？蛙还没来。哦，蛙还没来。拨开了下巴，拿手喝油。哦。哎呦，人满啊，这人满满满满。哎呀，八八一捞，黄金万两。哈哈哈！哇呀！哇呀！再来一只。哎。哇塞，这满满登登的蛙肉啊！诱人吧，哈哈，看这个甜甜，哈哈，嗯，哇塞，好紧实啊，这个肉质，哎呦，嗯，这个腿就是嫩的，你们说这是牛蛙的还是稻田蛙？我怎么感觉有点像牛蛙了？牛蛙美蛙不分家。我和我老公这次哈，就是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，算是哈。嗯。那突然想走，那突然就走了。开源到郑州5个多小时，休息一会儿是吧？对，休息两天。对，然后往杭州、啊、吃福州、厦门回老家。一生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安排好了。其实我早就想好了。他家的味道不会咸，是正正好好的那种。嗯。比较偏麻，其实不辣。小嘴提骨头，确实挺香、啊。太香了，牛蛙哈，永远就是第一锅是最好吃的。嗯，因为有锅油嘛，嗯、肯定香啊。嗯。等你再煮第二锅的时候，它就没有那么香了。它的油我感觉就入不到牛蛙里头去了那种感觉。还是你会吃。哇、啊，好香呀！这应该是美蛙，腰挺细，腿一般。嗯，好嫩。嗯，哇、哦，好麻呀！它这麻椒放的确实不少。真的，它就是麻，其实它一点都不辣。哎呦，这一口。嗯。好麻，好麻，好麻。把这一盘都造完了，我去！哇，这个腿更大哎！哇塞！哦呦！嗯，好香啊！这也太好吃了！哇！嗯、我感觉今天这一锅不够你吃。我跟你说哈，说实话，我今天都能吃2、3盘，真的。因为啥？第一，好久没吃了；第二，他家的味道哈是真的挺不错的，不会说是让你感觉人家很咸很咸那种，他不会，接近于成都的口味啊。哎呀，好香！最后一口。行啊，这一盘都下去了。嗯、哇呀，这个应该就是稻田蛙了吧？嗯，好吃。哎，又给你要了几十只，又是满满一锅。主要是我好久没吃了，所以我今天就比较能
这骨头我跟你说越多越强，真的。最好吃就是大腿上。腿肉呢？煮没了吧？哎，对，你不要把它放在那种碗里面，就放在糖蛋里面再打点油香。这一只我跟你说绝了。看你吃的太有食欲了，我给你加两只来。哇，再来一只哦。来吧。哎呀，这应该就是稻田蛙。我今天吃了三种蛙，牛蛙、美蛙、稻田蛙。其实它就是一种牛蛙。啊，就是牛蛙。我就说呢，除了成都还有地方有稻田蛙的，我就这么不信了。稻田蛙哪有那么大？稻田蛙就两个筷子一样那么大，特别小呢。但它的肉质啊，就是特别嫩。牛蛙的肉是真的紧实，一吃就知道是牛蛙。